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纪晓鸥，我误以为他是刘伟设下的陷阱，如果不是他那一耳光打醒了我，我的卧底任务可能一上来就要终止了。这姑娘手劲儿可真大，脸被他打得巨疼，但我心里是真的感谢他。哎，哥，没事吧？再喝点去，走。哥，挺干净，你看看。严谨，严谨。